快来救救云上的小弟，收银谄媚吧。算不明白到底是什么让梦辰如此崩溃。哎，梦辰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哇，我最近来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开了一个梦想中的小店。哎，那这个是你第一次来开店吗？对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开超市，然后我体验了很多以前体验不到的快乐和幸福，但是有很多意料不到的困难。梦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？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算账啊，作为一个这个数学困难户，我真的不会算账。我以为我离开了学校，我就可以不用再跟数字打交道，不用再去算账了，没想到我还是要算账，我真的算不明白。梦辰在线求助，我就是想求求大家能够告诉我一些算账的小 tips， 如何才能够让账单快速有效的整理好，然后答应我请全员开启拯救小省算账模式，拜托拜托。